啊，我们那个没说粉丝灯牌，送一下粉丝灯牌吧。我们可不可以冲一下小时榜啊？这个小时贵不贵啊？我去，我的天呐，这到底是一天到晚是怎么打的？但是现在榜前十好像还不是那么的贵。这个是不是带着小时榜回来的？You've been gone for so long, I'm just a lullaby. I need a daughter, call me your daughter. 你一定得用这个吗？感谢大家的粉丝牌啊！谢谢大家粉丝牌。这出差了吗？宝贝，宝贝呀，节宝日快贝！乐！你那个工会赛打得咋样啊？第一了吗？第二。你那条件还第二啊？没有，第一更厉害嘛？可我能简是，直不敢相信，我的天！一口回绝不听。起飞的状态好第自二，愈。他们，第一更厉害，他们很家棒了，很都棒不。了！做人不要太出挑了，永远不要做第一，做第一容易白被……目呗，我操！枪打出头鸟嘛，对，对，枪我们打来出头玩鸟。个什么小游戏呗？啊，可以呀，玩点什来么呢？玩个谁输了谁戴大头特效唱首儿歌行吗？哦，今天儿童节是不是？那咱俩得快一点了，因为还有半个小时儿童节就结束了。对，那行，那就抓紧吧，抓紧吧。咱们俩得快一点，还跑了。好嘞，闭麦吧，行，闭麦吧。哎，I'm gonna lose my mind。为什么我的头上有那么多人飘嘉年华？这个是他集中一个时候，他就要把那些所有的嘉年华给放出来吗？还是说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有些时候就是，比如说现在这个直播间肯定有很多人在送嘉年华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就某一段时间就一直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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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有些时候就没有，哎，我的血条呢？朋友们，我们被摆数字了，就像我们摆别人的数字一样，他们在打 PKO，我们被摆数字了，是不是？Y 哥的账号还没有注册好，我们能起来吗？感谢大家的粉丝牌，感谢我这个高光时刻，感谢我这。让他们知道摆数字是不行的。感谢志哥，谢谢志哥高光时刻雨，你是过来看特效的吧？我们后面那期众筹一下，因为就是 Y 哥他那个号里面应该没有了，Y 哥50级的号里面应该没有了。然后志哥也是刚刚回来，这个也是刚刚回来，可能那个啥，这个也是刚刚回来，已经很支持小马了。大魔王应该也在挂机，我们有没有路过？大家可以搭一把手的。感谢大家，谢大家粉丝牌。血条不动了，有没有路过的明镜大哥可以搭把手的？谢谢如梦的爱的守护，感谢大家，我们需要小马需要你们的帮助，谢谢风之痕，感谢风之痕，恭喜风之痕升到粉丝牌9级。战争，谢谢。我给大家发一个福袋吧，给大家发一个福袋。感谢婷的爱的纸盒，谢谢大家的粉丝灯牌。我们不要过去送人头啦，需要你们的帮助。欢迎老赵回来，我们那个没加牌的可以加一下牌，然后加一下黄色那个小心心好吗？感谢歪哥，谢歪哥飞机，这次真没有了。感谢歪哥飞机，我们一起众筹一下吧，赢了一起扛，输了我来扛。感谢小李子，谢谢小李子的流金岁月，谢谢小李子。
奥斯卡金奖我送给你了。感谢感谢，谢谢志哥，感谢志哥，我们一起中出了，站起来了，谢谢志哥，谢谢小李子，感谢我歪哥，谢谢你们一起来众筹手的这个 PK， 感谢歪哥辣妹。对面大哥好像头挺铁的，我们能不能天降一波神豪？三个神豪能召唤出三加三个神豪吗？感谢志哥，谢谢志哥。没有任何难阻碍，我要赢的心态，你永远都不会把我击败。没有任何难阻碍，你知道我厉害，我永远。谢谢志哥的新闻语，我们最后一分钟啊，我们火力一起开一下吧。我的自信真的这比赛。感谢歪哥辣妹套盒，谢谢老壮保时捷，感谢老壮保时捷。感觉要被反塔哎，我们一起众筹守一下，尽力举好不好？尽力举，尽力举。欢迎我淼，欢迎淼。谢谢如梦，感谢如梦，真的爱你。谢谢大家的粉丝灯牌，感谢淼的庆功香槟，谢我淼。我的天哪！感谢淼，谢谢我志哥的马车，感谢志哥马车与拿下。感谢歪哥的梦幻城堡，谢谢志哥的马车与。为什么送我那么多个？好像掉了一些，是不是？好像掉了一些。感谢志哥，谢谢歪哥，谢谢谢谢老张，谢谢七秒，感谢如梦，谢谢小李子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哎，我们带一个大头的家唱一个儿歌吧，祝大家都那个六一儿童节快乐，祝直播间的所有人都是我心里的小宝贝。大头，谢谢。没有人能阻碍。大头特效拽呢？这个我刚刚以为你出去了呢，这个吗？回来了，要自我反馈。七秒，你要不要赶紧？你要不要和我连个麦，让歪歪把那个900币送给你？他要注销号了。这个吗？对，好可爱啊！他戴这个，好像小孩子。哎，怎么没有伴奏啊？这个不是你小号，这肯定是你小小号。你小号好像在我这儿粉丝灯牌也就好几级了。没有伴奏，跟原唱唱行吗？他这个没有找到伴奏哎。你跟着原唱唱也行，唱一段就可以了。是吧？是个那个意思。你当时说了卖了要回来给我刷礼物，咕噜你就消失了。都不怕啦啦啦，叮当当咚咚当当葫芦娃，叮当当咚咚当当粉铃哒啦啦啦啦。我看到你这个甩头，我想给他们表演一个绝技。是不是觉得太高了？儿歌是不是觉得太高了？葫芦娃，一根藤上七朵花，风吹雨打。都不怕啦啦啦啦，叮当当咚咚当当葫芦娃，叮当当咚咚当当本领大，啦啦啦啦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也节日快乐，那不丢人了，不丢人，不上外面丢人了。这一瞬间终于找回了自己的童真，是不是？不上外面丢人了，不上外面丢人了。行，那我们撤了，哎，你把这个特效撤了呗。嗯。好的好的，拜拜。好的好的好的，拜拜，嗯，拜拜拜拜拜拜拜。葫芦娃，葫芦，我给他现在表演一个绝技啊，哦！太真实，我仿佛看到爷爷了。这个，你把那个大号卖了，是两个号都卖掉了吗？
歪个这个五十级，他要那个了，他要注销，你怎么不卖掉？你要不交给我，我帮你打理一下。说什么没听清？我说歪哥说他要注销账号，你看是否就是能够怎么缓存一下？好奇赚了多少？那个时候智客玩的时候，那个价格还挺高的。我给大家表演一个绝技啊，那个绝技的 BGM 是什么？那个绝技我看一下。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过、啊？这是什么？给呀，给我不就行了吗？他是怎么说的？看着我，他怎么说来的？三二一，看着我，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帅气？哎，那个是怎么说的？就是那个看着我是不是特别的帅气？然后，哎，怎么？我来找一下，你们听一下。你们来听一下。我撩同城，我给你们表演一下那个超级无敌可爱的，超级无敌可爱。我先找一下。我真的爱死那个妹妹了。这个听。要得到女孩子放心，一定要靠眼神，看着我。看着我。性不性感？性不性感？不是性感，是好笑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怎么可能？你看清楚一点。要帅不帅？要得到女孩子放心，一定要。感谢这个，这个你给我送这个，然后就看不到我的特效了。你送这个亲吻就看不到我的特效了。是好笑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看清楚一点。屌不屌？屌不屌？要得到女孩子放心。我要拍一个这个视频。看着我。感谢谢我智哥，要得到女孩子的芳心呢。我来试一下，我来试一下。我电话号咋办？要得到女孩子芳心，那你一定要买后座。看着我，性不性感？性不性感？不是性感，是好笑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你看清楚一点，屌不屌？要得，我真的好喜欢这个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的关注，感谢志哥。淼哥应该有很多电话号，你就这个事儿很简单嘛，你就换个榜就行了，换榜就行了，你把这个移给别人就行了呀。电话号码可以改的，你不用注销的，不用注销的。谢谢呆呆，欢迎呆呆回来。哎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玩个榜五什么的啊？可不可以玩个榜五啊？感谢谢呆呆，你可以换个榜。谢谢我们志哥，感谢志哥。告别了也的爱情，让你当初已经谢谢大家的粉丝灯牌。你几岁还喊爸？我刚出生就会了，宇哥。Hello， 亲爱的。Hello， 节日快乐！七九秒不是榜五，我们可以玩个榜五吗？心愿。我这今天没有啥条件，榜五可能会降低你的 GDP。你想玩咱就可以玩个那个榜，我不想玩咱玩个小榜，想总榜也行。欢迎。也我看几点，11:40。那行，那我那个可能今天条件不是很好啊，我们就小玩一把。是一样的，对，我们就想着说就没什么条件，玩一下榜五看能不能够就是均匀一下。感谢浩博，谢谢浩博，谢谢我这个。那行，那我对面很狠，那是狠，对面老厉害了。我有一次小号滑到你的直播间，都给我吓着了，我的妈！那是曾经，现在已经逐渐的正常起来了。我们那惩罚，我们就那个玩一个和六一儿童节有关的吧，我们就带那个大头特效唱一个儿歌吧，给大家也欢喜一下，好吧？那可以唱一个那个儿歌，
哎呀，欢迎我执行哥。唱一个那个，行，可以。好，那行，那我给你发过来啊。那我们闭麦吧。我的妈。嗯嗯，好，闭麦了啊。这个我们玩的是榜五，我们玩的是榜五。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啊。要开始了，这个我在外面我还没有指挥过榜舞，不知道咋样。谢谢我志哥，感谢志哥，谢谢你今天来陪我。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玩的榜舞是什么意思啊？因为志哥好久都没玩了，然后呆呆好像也没玩过，然后我们现在榜上只有五个，只有四个人啊。我给大家说一下，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下，我们需要五个人站榜。老头哥没来吗？对，老头哥没来，他好像昨天没看到我，所以今天就没来。昨天我那个脸过敏了，我就没播。谢谢我志哥，感谢志哥。我们玩的是榜五啊，大家要需要五个人上榜啊，需要五个人上榜，需要五个人上榜，咱们那个一起重视一下，因为对面也是有四个大哥，对面也是有四个大哥，我们这边有四个大哥，五个人上榜，一起重手打榜五了。谢谢我扫光，感谢扫光。我们有一个飞机的，可以上一下飞机，我来给大家指挥一下，就是我们现在还差四架飞机。四架飞机，但电话还有释放出来，是的。对，玩榜五，谢谢七秒，感谢我淼淼的八爪鱼，谢谢停。哎，糟了，我这个看不到我的榜怎么办？换榜就行了。对面说总榜吗？但是要玩总榜还是怎么说？我们就按榜五打吧，没事，我们按榜五打。我们按榜五来吧。我们总榜和榜五都守一下，我们总榜和榜五都守一下。我们还差三个坑位啊，三个坑位，大家有那个热气球，有那个直升飞机的可以送一下直升飞机啊，感谢各位。那不够五个咋办？够的，你先上，你先站榜就行了，站榜就行了，然后我会指挥的。谢谢恩娜，感谢恩娜的直升飞机，感谢大头，谢谢我大头的直升飞机，感谢呆呆。好的，我们那个还差一个席位是不是？咱们还有一个可以上一下榜的吗？还有两分多钟，我们来得及的，还有一个可以上榜的吗？一个可以上榜的。谢谢恩娜，感谢大家。哎，我看不到，欢迎六七零。如果他要玩总榜的话，那个志哥你待会儿帮我守一下总榜吧，小光再补一下，小光应该补不了。我们那个有没有，就是有没有别的大哥可以路过上一个飞机的，然后我们一起玩一下这个总榜，一起玩一下这个。感谢我志哥的守护神语，感谢志哥的守护落雨。是榜五，对，我们玩的是榜五啊，玩的是榜五。感谢志哥，谢谢六七零，感谢六七零。好，我们榜五齐了，我来给大家说一下，我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还有一分多钟，我现在带大家盲打一下，我就假定他是五千票吧，我假定他是五千票。谢谢六七零。然后那个我们每个人啊补，我们每个人我看299299两，感谢志哥，谢谢志哥。嗯呐，嗯呐，六七零，还有我们那个淼淼，我们一个人补两个打扣吧。感谢，谢谢六七零，感谢六七零，谢谢我志哥。对，对面榜22233，他们待会儿人肯定就来了，没事，我们先打到五千，五千比较稳啊，五千比较稳，五千比较稳，因为对面有四个号，有四个号。可能最后一波可以上的，我们补到五千，帮我补到五千。感谢大家。三十秒钟，他们对面偷了，我们那个守一下。谢谢六七零，感谢六七零，谢谢呆呆，感谢呆呆。七秒最后守一下，谢谢恩娜的保时捷，感谢恩娜的保时捷。
志哥帮我把总榜搜一下吧，因为他们说有时候在玩总榜的，我不太清楚。感谢七秒，谢谢七秒，谢谢嗯呢，感谢嗯呢，谢谢呆呆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六七零，谢谢我志哥原地女神，感谢志哥原地女神。感谢志哥，谢谢志哥，感谢志哥浪漫花火雨啊！谢谢志哥，感谢呆呆，谢谢七秒，谢谢恩诺，谢谢我老张，谢谢六七零，感谢小光，谢谢各位。总表打得好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嘛。我觉得我们两个，我看一下，沟通。哎呀，感谢七秒，谢谢七秒。我亲爱的，咱俩打的是榜五还是总票？我以为是打的是榜五，我以为打的是总票。没说清楚，没说清楚。那行，那这个样子吧，就那咱们就那个吧，就我你唱一首，我唱一首吧，好吧？我们都给大家那个喜庆一下。好，总票、哦、吧。刚才我说小打一把，那可能咱俩没有说清楚。没有关系，因为我说小娘，你说嗯，那行吧。感谢七秒，谢谢七秒。那行吧，谢谢七秒，谢谢七秒，不是榜五啊，嗯，可能没沟通好，打懵了，乱了，没说明白。对，啊、没事，就小平局呗，本来就娱乐一下。那我先小二，我先唱吧。对，有一才一句，都给大家那个各家粉丝都祝一下，祝福一下这个不属于我们的节日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小马，那天我听那个 QQ 音乐，我听那个失忆呀、啊嗯，我想学这首歌，啊、嗯，我突然我就看到你了。谢谢我这个，哦，失忆吗？就是那个，好像是每个人都拖着就是。对对对对对，我搜的、哦，谢谢七秒哥，感谢七秒哥。这首歌我两年前唱过，然后非常喜欢这首歌，当时好像流量还不错。就是所以对呀、啊，我就搜嘛，我一搜正好看到你，我这不是小马吗？我对，所以我做了我自己的版本，嗯、谢谢你喜欢，大家可以去听一下，真好听，嗯，赶紧听一下，感谢晴雨哥，谢谢晴雨哥，也好听的，这友谊的，感谢晴雨哥，我们公屏走一波，感谢今天就先友谊吧，今天，对对对，我给大家来送上一个葫芦娃吧，送上一个葫芦娃，妈呀，那我唱丢手绢啊，来吧，这个大，我这边这个大头带。改不了，谢谢晴雨哥，感谢晴雨哥。我来看一下，葫芦娃，我这边好像是送了什么礼物，这个大头带不了。欢迎我雨哥回家。嗯，行吧。孩子多多。哎，这个。让我听。有点难听哦，祝大家儿童童真节快乐。我养个段子吧。葫芦娃，葫芦娃，一根藤上七朵花，风吹雨打都不怕，啦啦啦啦，叮当咚咚当当，葫芦娃，叮当咚咚当当，灯铃哒，啦啦啦啦。可以了，我不限制了。你的声音特别好听，这个歌太高了，太高了，太高了。你这样来，我给你演一个段子吧。我唱的可能不好听，我给你演一个，就是平时我经常就是演那个小品，谢谢小品的什么段子，逗一下大家开心。我找一个伴奏啊。好，嗯，谢谢呆呆，感谢大飞啊，谢谢大家关注。你可能是因为你现在大主播吧，他都那个大主播，这是脑袋一大这么丑呢？你，我觉得你戴这个是最好看的。谢谢大家。你演一个哪个啊？嗯，你演一个。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毛毛，让我为你唱。谁敢拦我？毛谁拦得住？我觉得这特别可爱，但我就特别喜欢模仿这个，但是，嗯，这个。好嘞。我尿床怎么了？我尿床怎么了？你小时候没尿过床吗？再说，明天你帮我洗一下，不就成了吗？太厉害了，这个。这是对口型永远的神啊 ！YYDS， 哎，为什么我好好奇啊？我每次戴大头或者是那个就是运镜什么的，我每一次我都对不上那个嘴型，是为什么呢？你是要抢先一步他说吗？不是，就一起说，你点记词啊，你记就是我平时记词要记好久的，就是我一个段子大概得背下来大概得拍个，
对，口琴太厉害了 ，YYDS 了，真的太厉害了。大家给对面给对面幸运点一下关注，非常有趣的一个女生。好，咱们大家给对面点点关注。谢谢谢谢，反正就是我觉得太厉害了。就是你唱歌也很厉害呀，我就是我学歌哈，有的时候直播间我要唱歌，哎，我学三天我都学不会一首歌。你可以学首学一下那首诗意，挺好听的。下次我们玩就打那个诗意吧，啊，谁说谁唱诗意？行，好，那我们吃了，我走了。嗯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嗯，拜拜，感谢谢大家关注。哎，他这个太厉害了，哎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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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欢迎憨憨，欢迎大家，谢谢你真强，谢谢大家的关注。哎，他那个对口型太厉害了，我有对过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有对过，但是我对不了，我对起来是晃的，对起来是晃的，就是我总要慢一步，不知道为啥。啦啦啦啦，滴答滴滴答答葫芦娃，滴答滴滴答答葫芦娃。感谢大家的粉丝灯牌。对口型很难，对，特别是他那个大头会晃来晃去，晃来晃去的，会晃来晃去。谢谢大家的粉丝灯牌啊！我们来给大家，你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？喂喂，我们来说，接着说一下刚刚那个话题吧，白哥，唱歌好听就行了。我想做全能的女神，白哥，我来给你讲一下那个，我来给你讲一下那个啥。我们来把刚才那个话题给结束了吧，给你说完。你说你有哪方面有困惑？你说你哪方面有困惑？他不是说那个换号吗？你哪方面有困惑吗？你哪方面有困惑吗？我在想过我这一生。谢谢大家粉丝牌啊，马上我们十二点了，可以送一下粉丝牌啊。你会是我整片天空最耀眼的那颗星星，天荒地老只是情到浓时，相濡以沫也终究要相忘。这号能转走，可以解绑，就是你先解绑，然后再绑定一个另外的手机号就可以了。这一点你懂吗？就是换掉，然后这个号就可以就绑定别人的号，就属于别人了。然后，或者是说你用另外一个号来绑定这个号还是属于你的，你明白吗？对，你再换个号码就可以了，然后你现在用的这个号码就可以再注册一个。美瞳太黑了，我可以选那么黑的，深不见底，然后再注册。对，你可以再注册一个，然后这个号就还是你的，你只需要有两个手机号就行了。没有，你没有实名吗？等我一下，我去拿一下口红。都不及你在我心上留下的永恒。
谢谢影子，谢谢影子。我熬过这一段狼狈，一个人伤心孤独的滋味，我微笑着与这个世界和解。我在都漫长的黑夜，麦哥出去了，你拿这些号来干什么啊？奇妙，你要收这些号吗？收来帮我打榜五吗？你真好。什么歌？这首歌真的很好听，叫做《美丽的遗憾》，一首非常有故事的歌，我再放一遍给你听吧。歌词写的真的太好了，真的是戳中了你们这种伤心老男人的歌，冲中了你们伤心老男人的内心，真的写的非常的好。我来跟着哼一下。我曾想过我这一生会有一段美丽的爱情，会是我整片天空最耀眼的那颗星星。天荒地老只是情到浓时，相谋一面也终究要相忘，在爱的路上总要学着成长。太低了，现在太低了。也有一个人扛，等我熬过这一段狼狈，一个人尝尽孤独的滋味，我会笑着与这个世界和解。度过再多漫长的黑夜，都不及你从我心上留下的永恒和残缺，是美丽的遗憾。这首歌写的真的很好。等我熬过这一段狼狈，一个人尝尽孤独的滋味，我会笑着与这个世界和解。度过再多漫长的黑夜，都不及你从我心上留下的永恒和残缺。老板评价一下苗苗头像，和他的非常的契合度非常的高。这首歌叫做《美丽的遗憾》，推荐给大家。然后这个歌手叫做艾言，他的所有歌都挺适合男生听的，你们可以听一下。我们安静的赏歌环节。是我一生未触及的梦想，你微笑地说我是个好人，那一起经历的风雨算什么？明显是野猪。七秒都不直播了，你还攻击他？人家是五十，人家现在是53级大哥，好吗？不播了，不受大哥的气了。欢迎 POS 都15级了。等我熬过这一段狼狈，一个人伤心孤独的滋味，我会笑着与这个世界和解。度过再多漫长的黑夜，都不及你在我心上留下的永恒和残缺，是美丽的遗憾。当大哥比当主播好。对，是正解。这首歌很好听啊，叫做《美丽的遗憾》。还有他还有一首歌，等我熬过这一段狼狈，一个人伤心孤独的滋味，我会笑着与这个世界和解。大家可以把粉丝的麦送一下了，把小任务做一下好吗？的黑夜都不及你在我心上留下的永恒和残缺，是美丽的遗憾。
凌晨了，送一首歌给大家吧。以后每天的12点我都会送上这一首歌给大家，然后下播会给大家唱一首歌好吗？然后我1点钟一定下播，如果我不下播我就是狗。我就是狗。我们12点你们选一首歌吧，就每天到了12点我们都可以听到的一首歌，你们选一首什么呢？谢谢卡卡西，你们选一首吧。感谢大家的粉丝灯牌，我们还是要有仪式感一点。以后每天的12点，我希望有个大哥能为我送上一个华子，能帮我打一下小时榜，然后让我在小时榜上可以每天按时固定的给大家唱一首这样的歌。然后呢，下播的时候1点钟的时候，我会为大家准时送上《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》，送给大家的下播安静曲。然后呢，绝不脱播，脱播我马思雨，我就是狗。我就是狗，如果真的再做不到的话，我是狗。非不可，太劲爆了，太劲爆了！谢谢大家粉丝牌。选一首12点适合唱什么歌呢？12点适合唱什么歌呢？1点下播，以后都是1点下播了，不熬了，不熬了，再熬人就没了。一切错过，永远不能忘。你的温柔是阳光，把我寻水的鱼，谁能做我的水？勇敢，记忆是阵阵花香。我来唱一段。你们喜欢听10年还是喜欢听那个后来呢？感谢我大魔王，谢谢大魔王的落日花好雨。10年还是后来？后来比较喜欢是吧？比较喜欢听后来哦。怎么说出口？不知道感觉什么近视抖音要求了，不是明天今日。欢迎猴哥，猴哥6月快乐，欢迎 TT 6月快乐，祝你6月一切顺利。明天今日，怀抱既然不能逗留，何故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。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我们这样子吧，我们那个每天到12点的时候我们唱这首歌吧，办活动只能收一半。我都没有办过活动呢，歪哥，我还没有办过。一半也是钱呢，一半也是很多呀，刷个2000万英了，那一半不也是吓死人了吗？要不唱樱花草好不好，先把大家的气氛调动起来，然后再那个什么，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12点的时候唱一首甜甜的歌吧，然后最后唱一首安静的歌，你们觉得呢？人情世故还是一点，我朋友很少，像7秒就是太要出血了，太疼了。让水里的直接发红包，在发光。我是这样的，猴哥，我是想每次我给大家发誓，我这个月6月份我绝对不脱播，而且我也不会断播，就是每天从9点播到1点，然后我就下，就不熬夜了，就是绝对不熬。绝对1点就下，不熬夜了。然后他们不相信，然后我就跟他们说，你办个小蚂蚁3周年庆吧。
我其实这个月28号就是我的庆典了，但是我不知道要不要办。我觉得要办也得就是，比如说自己要出点，然后准备些礼物啊，然后大哥也要支持吧。我也想办。重写了，从来好像没有，从来没有给大家办。我是想说，我们12点的时候就唱首歌，然后可以打一下小时榜，然后完了之后1点钟我们就准时下，也是固定的一首歌，然后下了就睡觉，不拖播了。就现在想12点唱哪首歌，晚风吹动着竹林，月光了，你们不相信吗？萤火虫一闪闪，听说 logo 有事找我。哎、这不是打败我的小野马吗？怎么的？今天晚上又想给我上一课呀？你是虽然你粉丝多，但是呢，你直播还是新手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太过分啊！你这样讲不合适吧？打败你是人之常情，你知道吗？我你这么说我就不愿意听了。你就要收拾我了，是不是？你这么说我就不愿意听了。我横竖我们直播间里也有9000多个兄弟，你这么讲，你这太拉仇恨了。直播间的9000多个兄弟 ，Hello， 我是野香宝，欢迎大家来听歌哦。我笑死了，谢谢三木一样。那我们来玩个什么呢 ，logo 哥？今天有什么新的游戏可以提供一下素材啊？这样子吧，我们谁输了谁带那个大头的特效唱，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毛毛。什么大头的特效啊？我给你演示一下，就是这个 PK 整蛊里面的有一个特效。哎呀，我这个带不上去，我的天哪，我这边太多人说我粉丝的牌，这个带这个没有变化呀。有啊，就进了呀，进了啊，进了啊，没有进啊。 你再看一下，这是不是进了？你看这个啊，是不是进了？那没有毛毛啊，没有毛毛啊，毛毛自己唱啊。哦，毛毛自己唱，就是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毛毛那个是吗？ 对，是。可是你这样子自己就很大头哎，你不戴也很大头。对，我需要这种无聊的特效吗？哎呀，我，你是不是在嘲讽我？啊，这个你看我这个戴了的和你没戴的是一个体系的。你这样，你出了说，哎，上回你唱过大风吹了。你就当我唱过了吧。你说你，我说了你想干啥？你这样，你输了，你就唱《大风吹》。啊，谢四个的，谢四个红包，可以。你会唱《大风吹》吗？可以，有会。可以是吧？嗯。我输了，我也唱《大风吹》。哎，可以，那行。然后吧。那个什么，你不用那么自信啊，就直接啪就给我回来，再给我直接回来，再来一局，马上就开始了，然后给我一顿碾压。好，你说。今天玩法，洛哥，你说。今天玩法变了，嗯，不是昨天那个玩法了，嗯啊，嗯，这个，我们两边比小心心，嗯，哎，就是比小心心，你一万个兄弟，心心谁家多？你一万个兄弟，我们这边3000个。你大哥可以给你寻着点呢，哦，可以连着点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你家大哥要是手速快，直接咔咔咔咔咔5分钟 Logo, 给你怼出5万个小心心。Logo 哥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小心心可以连点的，就是可以直接输入我要点几个的，你不知道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啊？我不知道啊。那你还玩这个吗？那比什么？比千纸鹤呀、啊。比千纸鹤也行，比千纸鹤，嗯，行，怎么样，兄弟们？那就比千纸鹤，我们跟他比千纸鹤，看谁千纸鹤多。那行，那咱就比千纸鹤吧。我那个礼物心愿，
里头许下心愿，然后哎，我点错了，我怎么选那个千纸鹤？修改。这个为什么要设置心愿单呢？你这样你才能看出来两边千纸鹤谁多呀？哦，就是要设置多少个呢？你选择，我你选择十万个都可以啊。十万个呀？哦，对啊，你可以选多少个千纸鹤啊？咱们就许下心愿嘛。嗯、咱们千纸鹤就许下心愿嘛。嗯，那行，那就许下心愿吧。行。对啊，咱就十万个千纸鹤。嗯，行，嗯，大家我跟你们说一下，我们和露哥哥玩一把那个千纸鹤局啊，大家可以有千纸鹤的。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嘛。可以干他一下。来吧。那我可以重新点一下吗？来吧。那我家人的十个白刷了，十几个白刷了，这只有十秒钟了、重新来一下吧，重新来一下吧，也快结束了，来吧 logo 来啊，准备好兄弟们，嗯，好，那闭麦吧，我关了啊，嗯，闭麦吧，来兄弟们比千纸鹤啊，这把兄弟们千纸鹤局知道吗，我们只送千纸鹤，只送千纸鹤，不能让那个对面一万人的主播看淡我们了，不能让对面一万人的主播看到我们了，我们每个人众筹一下千纸鹤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众筹一下千纸鹤，感谢淡定，谢谢日记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小勇，谢谢公子无忧，感谢大家。对面的老铁很多啊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这老铁也不少啊，我们众筹一下千纸鹤局，我们一起打一下凝聚力好吗？我们拼的是手速吗？大，哎呀哎呀，我的天，大哥救命！我们重视一下千纸鹤局，感谢三枫一夜，谢三枫一夜。没事，我们还有四分钟啊！千纸鹤局，我们重视一下千纸鹤局。重视一下千纸鹤局，感谢大家。这边那波老铁有点欺负人了，有点欺负人了，大家重视一下千纸鹤局吧。感谢中国好猫毒，我大哥来了，看到没有？谢谢板南跟泡面，感谢板南跟泡面，看到没有？拼的是手速吗？我们没有手速吗？感谢板南跟，谢谢千城毒，感谢板南跟，我们众筹一下千纸鹤局啊，杀他个措手不及！感谢板南跟微博，谢谢板南跟。直接给他摆上数字，让他看不到明天的太阳。加油！感谢板蓝根哥，谢谢板蓝哥。哇，太厉害了！我设置的是十万个，现在已经255了，现在已经255了。感谢，谢谢大家的千纸鹤，感谢我七秒的千纸鹤，谢谢板蓝根，拿了一个死死的，感谢板蓝根，谢谢我爱你爸的孩子，谢谢板蓝根。我看到这个刷屏的，真的觉得太帅了。谢谢我七秒，感谢板蓝根，我们公屏扣一下，感谢板蓝根的千纸鹤。谢谢恋上一点泪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众筹的板蓝根，哦不是，众筹的千纸鹤语。我们现在已经有530多个了，大家点了530多下，你们太棒了，感谢。是不是他们的士气一下子就没有了？但是我们不要放弃啊，我们不要松懈啊，可能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候，他家的大哥突然瞟过来，和板蓝根一样拼了一波手速，我们守住，我们守住。感谢板蓝根，谢板蓝根，我们大家有那个千纸鹤的可以一起众筹一下好吗？一起众筹一下，感谢板蓝根大哥，感谢板蓝根大哥。板蓝根还有千针堵，感谢板蓝根用千纸鹤送我上了全站的小时榜，感谢你。感谢板蓝哥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这是啥手速？要一千个了，我们这边要一千个了，要一千个了。感谢板蓝哥，谢谢板蓝哥。
天哪！我们公屏扣一波感谢他，我现在已经被他刷屏了。我觉得我们应该不叫守塔了，应该叫摆数字给他看了。现在是1166个了。感谢板南跟大哥，谢谢粉粉，感谢大家，谢谢榜上所有朋友，感谢板南跟大哥，谢谢我粉粉，谢谢小光，谢谢三凤一夜，谢谢中国好毛肚，谢谢小叶，谢谢腾，感谢大家，谢谢我粉粉，感谢粉粉。我们有1300个了，天哪！15秒钟，应该是够了。感谢谢谢板南跟大哥，谢谢你突然的出现，太帅了这个姿势，感谢。公屏感谢一下板南跟大哥。问他服吗？谢谢板南跟大哥。感谢板南跟大哥。你是不是玩赖了？我这边的心愿啊，完成了1363个，你呢？不可能啊，怎么可能那么快呢？你让你家粉丝过来看。我家手速太猛了，1000。我们家粉丝都不去看。感谢谢谢谢谢板南哥大哥，谢谢所有为小马打青汁和橘的朋友，感谢大家。我们家粉丝一点都不好奇，我们家粉丝不去看，不去看，给大哥按手。你看你老，你看你这个人，输了也不行，赢了也不行，反正就是不行，是不是？你玩赖，这个要是我们家手速太快也算玩赖吗？那不是，你像纸鹤，你管咋说他是有，你们别刷了，这个钱刷还有啥用了？别刷了。我们家大哥一下子点了就是手动点了1000多下，这怎么耍的？你看到了吗？我家人，你可以让你们家人过来看看，我们家现在还在刷小心心，肯定是网络延迟了，知道吗？嗯，网络延迟了。嗯，你看看现在还在刷。现在我们这边也还有，本来跟大哥还有，就是从结束到现在，我感觉这个千纸鹤至少得有2-3000个了，啊。但是我们就看实际数字吧，就看那个心愿上面你有多少个。我有100多个。哎哎，有100多个，真挺好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我跟你讲，我有多少个？我有就不多，也就可能零头比你多一点儿。没意思，以后我也不跟你玩了啊，以后这个以后也不接啊，以后我们不玩了。谢谢大家粉丝盾牌啊，感谢满。没必，我觉得咱们家人没必要去找这个虐啊，我觉得大可不必。嗯，大可不必。这个，我们正想听你唱一首《大风吹》，有那么难吗？上次也唱听不到，这次也听不到。感谢大家粉丝盾牌。来，大风吹是吧？对。我们这个那个，我们家人也可以给 logo 哥点一下关注啊，因为他最近好像也开始在抖音直播了。哎，这话没毛病，你知道吧？也挺有趣的，这话说的还像那么回事。像来，谢谢大哥，大可不必。好，我们来听一下，大家听的时候可以给 logo 点一下关注。大风吹是吧？对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可是第一次在互联网上唱流行歌曲啊。要期待哦。谢大干场、啊、对，露哥有2000多万粉丝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我准备一下啊，准备一下。好的。歌词呢？哎，这个没有歌词啊。你换一个呗。哎，此歌曲为没填词的纯音乐，没有歌词儿。你背的，你放原唱来唱吧，罗哥。啊？你发个原唱来唱吧，原唱来唱。给大家发个福袋啊，看看给大家发个福袋。
气氛开始紧张了起来。再次感谢凡凡大哥，谢谢你。我不会找。我给你的管理，如果你想说话的话，你可以出去一下再进来，可以在公屏上飘。等会儿啊，我找找伴奏啊，我找找伴奏，我找找伴奏。好的，你可以那个，你可以就是我看那个伴奏在怎么说，你可以跟着原唱唱也可以的。等会儿啊。嗯。哎，这就是没有吗？这没效果呀！等会儿我找找。那为啥我刚才唱两只老虎就有啊？可能每首歌不一样吧，可能每首歌不一样。是吗？嗯，谢谢大家关注。我看看。哎，我看看那别的歌有没有啊？别的歌可能有些有，然后你可以就搜大风吹，不搜那个伴奏，然后他那个就有歌词了，我来看一下啊。有了、啊、来，气氛开始紧张了。有了。有了，找着了，等一下啊，马上，我调一下，我调一下。好的。去一杯天上的水，照着明月，世间的灯火。稳了啊，稳了。天上的水。照着明月，人世间晃呀晃，爱恨不过是一瞬间，红尘里飘摇。去一杯天上的水，照了明月，人世间望呀望，爱恨重复过千百遍，红尘里飘摇。就让这大风吹，大风吹。哎，我这正唱正好的，怎么关了？谢谢大家。等一下啊，不好意思，我重唱一遍。M story。哈哈哈哈哈！感谢，谢谢，可以的，大哥哥很可爱啊，好，很有氛围，欢迎蘑菇大叔。去一杯天上的水，照着明月，人世间晃呀晃，爱恨不过是一瞬间，红尘里飘摇。去一杯天上的水，照了明月，人世间望呀望，爱恨重复过千百遍，红尘里飘摇。就让这大风吹，大风吹。哎，那不怪我了，他这个就走自动停止啊。可以了。谢谢 logo 哥，感谢 logo 哥、哎、大家那个没给 logo 哥的直播点关注的点一下 logo 哥的直播关注，虽然他的那个抖音粉丝已经很多了，然后可以每天。哎呀，这个也不行，这个没办法，唱功就在这儿呢。十分的有氛围。可以的。行，那我们就到这了，洛哥。嗯嗯，拜拜。就让这大风吹，大风吹，一直吹，吹走那心里。那段痛，那段悲，就让这风里消失，风里当初的你，仿佛是天注定。我也不太会唱。欢迎我蘑菇大叔，蘑菇大叔和我们有时差，所以就，那个他一般晚上的时候才会出现。板蓝哥，你是小号吗？你如果不介意说两句话的话，你可以出去一下再进来，然后你就可以飘屏。你说话的前面有一个弹字，你就可以点那个弹，然后可以在公屏上面说话。解释的到位吗？这个大叔，为什么你昨天不来看我？昨天是儿童节，你不觉得昨天那个日子你应该来看一下我吗？
大家没有给小马点关注的，可以给小马的这个头像点一下关注，然后加一下这个黄色的粉丝牌，然后就可以每天来看一下直播，可以升级升到八级可以进群哦，感谢大家。这手速太绝了，我感觉你一个人可能点了1000多个。采访一下，单身多少年了？50年。谢谢大家关注。然后我们那个没有送粉丝灯牌的，可以把粉丝灯牌丢一下啊，做一下任务。来吧，我们唱一首《大叔不要跑》吧。这个，试一下。感谢麦酷豆，谢谢豆，谢麦酷豆的一号。天哪，感谢麦酷豆。谢麦酷豆一号，这是夜间惊喜吗？这个是，感谢麦酷豆，谢谢你的一号，谢谢你的三个一号，一首大哥不要大哥不要大。我已经挤到我家楼下，写个告白都说的结结巴巴，还有那心里人的黑脸，救命啊！别折磨我俩，出门说。还来不及说话，心里对你彻底膜拜了。大叔啊，求求大叔啊，清唱了吗？谢谢，感谢我大叔，你是来感谢胖板蓝根的？天哪，还蹭了一下板蓝根，卡顿了吗？感谢我大叔，谢谢大叔，现在好了吗？麦酷豆，你可以退出去一下进来，然后你可以跟那个，你如果在上面飘的话，板蓝根会看到的。他刚刚应该没有看到，我都没有看到你说什么。谢谢你的火箭，好像是来找板蓝根的。那我重新唱一下好吗？谢谢我大叔，谢谢你的流金岁月。重新来一首。三八，谢谢你的家人们。感谢麦兜，谢谢麦兜，不客气啊。我都还有点懵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谢谢。你可以飘屏说一下，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吗？胖，板蓝根去做了啥 ？Oh my god， 到底想干嘛？技术已经寄到我家楼下。写个告白都说的结结巴巴，还有那些恋人的话、啊、救命啊，别折磨我啦，出门收到康乃馨一大把，你是想怎样啦，还来不及说话，心里对你彻底膜拜啦。大叔啊，求求大叔啊，不要吧不要吧，知道啦。嘿呀，你说啊你说啊，你说的话祝他都笑了。大叔啊，求求大叔啊，难道九九乘法表不会背吗？嘿呀，你说啊你说啊，用恋爱公式解读的话，幸福会不会欧巴大叔啊大叔举高跟鞋合唱，说神灯出现就要许下三个愿望，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世界都和平，第二三个愿望就是希望神界加薪。 Oh my god， 到底想干嘛？指数已经寄到我家楼下，写个告白都说的结结巴巴，还有那些恋人的话、啊、救命啊，到底想干嘛？出门收到康乃馨一大把，你是想怎样啦，还来不及说话，心里对你彻底膜拜啦。大叔啊，求求大叔啊，不要吧不要吧，知道啦。哎呀，你说啊你说啊，你说的话祝他都笑了。大叔啊，哎哎大叔啊，难道九九乘法表不会背吗？哎呀，你说啊你说啊，连这公式解读的话，幸福会不会欧趴？感谢大叔，谢谢大叔，接一下啊，感谢大叔。你好，小马。晚上好，男票大人。
都没有跟你说上节日快乐呢。过了过了，咱俩就不要说了，都过了。感谢你。那个儿童节是一个人吗？对，是一个人。我现在怎么回事呢？你怎么没有变成一个人呢？变成了一个人。哦，你应该说，我难道我不是一个人？难道我是一只狗吗？你没有变身。感谢大家。那个怎么了？这会儿看你没啥事干。嗯，我刚刚在唱歌，我们玩个什么呢？嗯，我刚刚就打一把娱乐局好不好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您说，您说。您说。您说。听您的。啊。那你这样吧，你在直播间里装傻子好不好？直播间里装傻子。哎，这样子吧，我在直播间用那个男生，用男生那个男生的声音来说话。来十遍。啊？就是用男生的声音来说话。不，你输了，你这样，这样给我来十遍，就装傻子嘛，是吧？装傻。对。那你说呢？可以吗？也是装傻子。你说，我也可以啊。你说怎么玩吧？行，那就一样的惩罚吧，一样的惩罚。来吧，来，干一把，干。好，那我们闭麦吧，闭麦吧。我们这玩总榜是吗？来。嗯，行，那就和他玩个总榜。做傻子。感谢啊，刚才谢谢板蓝哥哥，谢谢你的那个梨花童语。哎，我可以问一下吗？刚才那个麦兜是为什么要来感谢你啊？冰冰，你可以给我讲一下吗？是不是你刚才有去他们家的主播那边有送礼物？好开心哦，蹭到了你的一个三个火箭的药费，哈哈啊！我们先把灯牌送一下吧，把小星星送一下，大家有闪票的可以上一下闪票吗？感谢大家的粉丝灯牌。没有啊，那我看你好像和他很熟的样子哎，我有看到麦兜说，他说他是过来找板蓝根的。这是一个神秘的老板。谢谢蘑菇大叔，感谢蘑菇大叔的八爪鱼。好的，给他摆数字。这个数字摆的谁来说？谢谢大家的棒棒糖，感谢大家的小心心，感谢结束的一切，谢谢我大叔，谢谢大叔的八爪鱼群，感谢大叔八爪鱼群，谢谢结束。我这边还在飘板蓝根的爱的纸盒。折了1000多只纸鹤，好像都超过了1314只纸鹤了，我的天哪。大家先欢迎六爷，大家没送粉丝灯牌可以把粉丝灯牌送一下啊。那这个战场为了我比赛，可以飘到下播了。麦兜你出去一下，麦兜你出去一下可以，那个 BGM 没有了。感谢麦兜加团，我这边好像这个坏掉了。感谢麦兜，谢谢麦兜。 BGM 现在有 BGM 吗？我刚刚那个好像坏掉了，好像设备出了点问题。你出去一下然后再进来，你可以飘屏了，我给你上了个管理，谢谢你加团。现在听得到吗？还是没有？哎，为什么？哦，谢谢，感谢麦兜，谢谢麦兜嘉年华。怎么你憨可爱憨可爱的？现在还是没有伴奏吗？感谢麦兜的华子，谢谢麦兜华子。现在有吗？欢迎影子，现在还是没有。感谢大家的粉丝灯牌，没有哦。那我知道了，可能是坏掉了。
那我就不带这个了，我就不带这个。坏掉了，声卡坏掉了。这个几百块的声卡终于换掉了，重启声卡，然后就突然坏掉了。麦兜哥太狠了，怎么不想去了？谢谢百万根哥。让我想一下，是因为刚才可以买新的了。对，有一点不靠谱的声卡，真的一直出问题。感谢百安哥，谢谢你的招财猫。这个风格有点猛烈啊！感谢百安哥大哥。众筹声卡，感谢百安哥，谢谢你的招财猫眼。最大的火箭牌，喜欢刷屏的勾勾，守住大哥，摸了吗？能够守住吧？感谢大家的火箭牌，感谢蘑菇大叔，谢谢你的梦幻之城，感谢蘑菇大叔。感谢板蓝灯跟大哥，谢谢蘑菇大叔，感谢麦兜，谢谢麦兜，谢谢各位，感谢大家。太猛了吧！我在晚上已经站起来了吗？我晚上已经站起来了吗？哈怎么打我打得这么狠呢？啊？不是，这都是那个大哥性情。这都是。性情。都是属于有异食癖的大哥们啊。一个喜欢吃蘑菇，一个喜欢吃板蓝跟泡面的，这两个异食癖的大哥给我揍了啊！都是十。那我就来十遍呗。啊，可以。装傻子。感谢蘑菇哥啊，那个小野小马啊，你等着，你可不知道我待会儿的实力，我的大哥来了的实力啊，像应该你有耳闻吧？有耳闻，十分的有耳闻。欢迎猴哥。待会儿我要来人，我就找你报仇，好吧？啊，感谢蘑菇哥，感谢啊。好，行，那谢谢，那谢谢大家，那我们就撤了，怎么样？好，拜拜。啊，感谢蘑菇哥啊。感谢蘑菇大叔。我看一下，我这个到底是哪儿坏了呀？这是不是送错礼物了？怎么回事？我这边还是客气了，小马板蓝根哥，谢谢你的花纸和你的火箭。儿童节快乐，有空来玩。你欢迎你常来听歌，听得到我说话吗？欢迎你常来听歌。我这两天在外面那个出差，我回去了就能好好唱歌了。欢迎你来听歌，就是还可以唱的还行。现在能听到那个伴奏的声音了吗？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，到底我该如何表达。好的，我们跟麦兜拜拜一下好吗？拜拜麦兜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或者是明天再见。到底我该如何表达，他会接受我吗？也许永远都。这个呢，现在有伴奏了吗？哦，这个板蓝根的特效一直飘，我的天！我唱一首《谢谢谢谢》送给大家吧，也送给这个不说话的三九感冒灵。三九有效一点，还是板蓝根有效一点？可能唱的有点难听啊，因为我这个没有声卡，
这个声卡是坏的，我都看不到你们说话了，全是礼物。我送一首谢谢谢谢送给大家吧。大家也大家也在公屏上感谢一下板蓝刚刚，谢谢蘑菇大叔，感谢蘑菇大叔。板蓝更厉害了，是三九厉害。我这是献丑了，给大家献丑了。不应酬的事就加班，那我们来听一首歌吧。谢谢你在我最不好的时候陪着我，谢谢你好低啊，给了我勇气，谢谢你不管是晴是雨都不会很痛，谢谢你。哎，不行，这首歌太低了，我在这边有点唱不下去，你们换一首吧。本来跟你们有什么要点的歌，换一首吧，这个太低了。下班，你来接我下班的吗，猴哥？谢谢你，不管是晴是雨都不会很痛，谢谢你，这一世有了你。云过多么多么黑，往回门的谁，云般回楼去，记得你，令到我沉醉。我换一首我拿手一点的吧，我来想一下原调拿手一点的。君若来，我愿尽相依。你们有没有想听的？大家可以把歌名扣在公屏上。如果喜欢这一类伤心情歌的话，送一首《逃》给大家吧。我估计大叔可能听不懂这种类型的歌。逃，这个深夜有谁陪我买醉，唱下这杯孤独我会想谁，我才知道我回忆的全是你，只剩下我自己狼狈，记不清这是第几夜不归，残留的几分真情我会给谁，我才知道我想念的全是你，却留下我自己心碎。我好想逃，却逃不掉，放弃你是最痛苦的煎熬。我好想逃，却逃不掉，想抱着你哪怕只有一秒。不行，我感觉唱得好难听，这个歌不太适合用这个声卡唱，会爆音的，你们听到了吗？好像我听到了啪啪啪啪啪的声音，再唱要掉粉了，我觉得。谁？我才知道我想念的全是你，只留下我自己。还行，我觉得很爆哎。我觉得后来唱这首歌应该可以，应该这个声卡只适合唱那种就是温温柔柔的那种，就是没啥那种爆破音的。是最痛苦的煎熬。恭喜蘑菇大叔粉丝们升了八级了，不容易啊，这个实属不容易啊。想抱着你，应该适合民谣。那咱们唱首民谣吗？那咱们唱首民谣吗？欢迎恩豆肥阿姨。那咱们唱个民谣吗？唱个外面的世界吧。
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还好还好。这个声卡就这个转换器就好像几百块钱，确实拼不过那些大几万的设备啊。那我们唱一首这个吧，谢谢 N 呢。我带个猫咪的特效吧，带个猫咪的特效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好像要换掉了这个，算了算了，我真觉得再唱要掉粉了，朋友们，要不我们去找别人唱吧，我真觉得再唱要掉粉了。恭喜大家升级的，你们辛苦了，我们在群里见吧，我们在群里见。不对，我听不对，或者是下辈子不一定能遇见你。一下这个，来吧。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，所以我很珍惜，不敢大意，用尽所有力气，小心的爱你。唯恐弄丢你，一切来不及。亲爱你，这件事就足够美丽。我独自留下幸福的泪滴，容忍你的胡闹，你的坏脾气。永远守护你，就只是看着你就足够欢喜，有你在身边我万分感激，容忍你的任性，你的坏脾气，死心塌地是我全部的初心。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，所以我很珍惜，不敢大意，用尽所有力气，小心的爱你，唯恐弄丢你，一切来不及。好像不是太好听，你们等我回去好好唱歌给大家听吧，补一下。就只是看着你已足够美丽，我独自留下幸福的泪滴，容忍你的任性，你的坏脾气，是我全部的初心。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，所以我很珍惜，不敢大意，用尽所有力气，小心的爱你，唯恐弄丢你，一切来不及。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，所以我抱紧你，
弃，为此我愿交出全部的自己，永远不让你委屈的哭泣，永远不让你委屈的哭泣。哎呀，这个纯清唱有点难受，纯清唱有点难受。感谢板蓝哥哥，就只是谢板蓝哥哥。为什么又开始飘嘉年华了呀？是不是要送很多个嘉年华，现在才会在上面飘？没声卡能见，已经是我唱的，已经是很努力在唱了。其实我平时在家里面唱的话，我不会那么认真的唱的，因为我家里面有辅助唱歌的，辅助唱歌的就是我随便唱，他会把我就是饱满的好听，然后这个就是必须要你自己硬唱，就有点恼火啊。唱了一般吧，今天唱的不是很好。一人不想打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主播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小哎，这是小马哈，哎，小马，小马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我是新进主播，今天应该是我第十天还是第十一天主播直播，然后那个我就是没有，我就是随机连的，连到您了。我怎么感觉你这个号好像是个大姐号啊？我不是，我是个小白。我刚播十天，最多十天，最多十天。我怎么感觉好像看到你这个号在很多男主播家挂着刷呢？是我看错了吗？你没看错，我是很多主播的，我是很多主播的小妹啊，不重要，你都属于一个小姐姐。啊，小姐姐，没毛病啊。小姐姐啊，那个我是随机连的，咱俩电商娱乐。啊，娱乐一下子呗，可以。你我家没有大哥啦，我大哥刚走，我两个大哥刚走，你能不能够斯文一点，不要打到我太那个血条太没了，行不行？真是，你就是神号，我知道。不，我们那个有一局一把嘛，我们第一次连一局吧，然后你说一下，对对对，我给你点一下关注啊，然后啊，我点了，我早就关注你了，咱也互相关注一下，然后我们惩罚的话就。那个你说吧，你说个惩罚吧。我随便你，反正我当一个娱乐主播，咱也不能滚刀，你要玩的咱都玩得起啊。我没事，这样子吧，我输了我就给你带那个大头特效，我唱一个，给你唱表演一个才艺，然后没问题。你输了，然后你也随便表演一个才艺，可以是脱口秀啊啥的，就一个段子也行。那完犊子了，我脱口秀还没毕业呢。我感觉已经是那个博研究生级别了，感谢。真假的？真的。行，那这样的，短短两如果我输了，啊，那如果我输了，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，行不行？行，那行，那咱们就那个开一局吧。啊、好。好嘞。好嘞，闭麦了，小马啊。好的。好。他就坐着就是一个才艺。为此，我愿交出。全部的自己，唯恐弄丢你一切，来不及。我也想有天能够当女生号，说实话。下辈我不想当女主播，我想当女生号。有没有人可以成全我这个梦想，给我的账上来输入个，是吧？3322的，我带你们刷，我把你们的主播都照顾得好好的。谢谢大家的关注啊，感谢大家关注。大家可以给我点一下关注，也可以给对面的那个大姐小姐姐也点一下关注啊，我看她应该是要做娱乐主播兼电商了，大家可以多支持一下，因为以后电商肯定是会发展起来的。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，
所以我很珍惜，不敢答应，为此我愿交出全部的自己，唯恐弄丢你，一切来不及。感谢，谢谢我们跑步大叔，欢迎欢迎我们老年哥。这个是又喝醉了吗？又喝醉了吗？老年蛋糕，来，我们那个战哥还是起来一下，咱们那个给大姐打 PK， 不能拉低他的 GDP。 感谢老年哥华子，想你了。妈的新歌马上出了，他们今天有人说，我说我新歌马上要出了，他们说快去找老年哥帮忙推广，我说为什么要找他，他们说你曾经在直播间说过，老年哥你被秒了，你被秒怪了，没喝酒。那我现在在你的心里已经是晋级了，没喝酒都来看我的，看来是晋级了。感谢老年哥的华子，谢老年哥华子。不拉低大姐 GDP 啊！哇，我们这个是遇到强劲对手了吗？谢谢老年哥，感谢老年哥。你这个没喝酒，没喝酒有点难，喝了酒说不定能赢。感谢谢我们老年哥，脾气一如既往的乖，半夜来逛街。我在他的那个心里面的地位应该是晋级了，不然的话绝对不可能说这个时候还来看我的。有点狂。谢谢老年哥嘉年华，感谢大家粉丝灯牌。希望这个是那个，这个是错过的，这个是要给我过一个错过的六一儿童节。感谢板蓝根哥，谢谢板蓝根一号，谢谢我们感谢一下，谢谢老年哥，感谢老年哥。谢谢那个华子宇，谢谢板蓝根。我们就反正就那个友谊，我们尽力做好，尽力做好。反正就是也不说上不上嘛，就是别人，我们就是实力交友啊，实力交友，实力交友。我觉得会偷塔，没事没事，输赢不重要，这个已经牌面已经拉满了，我觉得牌面已经拉满了。感谢老宁哥，谢谢板蓝根大哥，感谢大家。失眠了，我昨天晚上也失眠了，我讲我昨天晚上失眠，然后心绞痛把我吓死了。我昨天在杭州，然后也是10点钟睡觉，1点钟心脏痛醒了，你知道吗？感谢板蓝根大哥，谢谢你的，我的天哪，感谢你的华子，这怎么没拉低大姐 GDP 也是，感谢板蓝根哥。我这是夜晚站起来了吗？感谢板蓝根大哥，小马昨晚想你。不是昨晚想他，是什么？感谢板蓝根大哥。想得心痛。我为什么只配想别人的男朋友？感谢大家的粉丝灯牌，因为我没得爱情。感谢大家的粉丝灯牌。是在抢小翅膀吧？应该是没有，大概应该就是性情了。感谢，谢谢我们拿下，感谢我们老年哥，真的是老年在没意外。感谢我们板蓝根大哥，这个升了一级了，板蓝根大哥，你已经升了一级了。感谢板蓝根大哥的火箭和华子，谢谢我们老年哥华子，谢谢两位大哥。你也是新扯一下精神了，对，我也是，你也是吗？我是新扯一下精神，然后我呼吸一直就很痛。感谢大家啊。谢谢我默默，谢谢我五弟老头，谢谢我爹爹，谢谢我 baby 宋，谢谢我大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。你好，你好，小马，梅姐，梅姐，我跟你说，我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不要拉低你 GDP 就行。没想到你来拉高了一波我的 GDP， 感谢，谢谢大家的粉丝灯牌。从刚刚的这段话可以明显感受得出来，小马之所以有这么高的人气，这是没有道理，这是没有道理的。这是巧合，
真的很关照感。你知道吗？刚刚你的这一番话足以能够论证你的人格魅力，所以从内心当中觉得非常优秀，这是我值得学习的主播啊，因为我来这里就是学习的。开始脱口秀了，开始脱口秀吗？梅姐就是啊，梅姐就是那个我们第一次连麦，然后我给你点个关注了，然后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以后也是每天晚上直播吗？我得看情况，我只要忙完了工作就会播。你就不一定播，然后就是有些时候会播，是随性，我随性，尤其我大晚上三点播都有可能的。可以可以，那这样子吧，那就是应该你那边人还挺多的，然后应该神号也挺多，你帮我能不能帮我就是挂个牌，然后就是写个也小马唱歌，没问题没问题，嗯就可以了。啊，可以可以，我挂到哪里？挂那个横幅是吧？不不，挂牌挂牌，就是挂牌，就是挂那个贴纸，贴纸你知道吗？贴纸。啊啊，就是特效是吧？嗯，真的是才播十天，就是、啊、就是这个，你点那个标签，不是啊，就是下面不是有个玩吗？然后玩的后面有一个那个小星星，啊、你点开里面有一个贴纸，看到了吗？贴纸。小星星，小星星是这个心愿还是 K 歌还是你点我唱？不是，它的玩和玩，嗯、就是你关播的前面一个，就是你要点关播的前面一个抖音标签。关播的。对。那你更稍微等一下啊，等我。稍微等一下啊。嗯，这个这什么名字啊？这什么名字啊？叫贴纸，贴纸，美化道具贴纸，第三个啊，贴纸。美化道具第三个贴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你就把那个上面的字改成就是野小马唱歌最好听，然后就可以了，好吗？贴纸这里显示 PK 联系中，暂不设置贴纸，要我挂了。哎，我挂了，你写一下，帮我记一下。写啥？写什么？野小马唱歌最好听，感谢。帮我写一下，野小马唱歌最好听，没问题，我不滚刀的啊，我输了，我实在的认输啊，好的认输，感谢感谢，我马上贴，我挂完了我就贴啊，好的好的，那我们就撤了，好好好的好的，好好好，谢谢谢谢，拜拜，一路长虹啊，一路长虹，拜拜拜拜拜，嗯，感谢各位大哥，没有丢面啊，没有丢面，我们不脱播了啊，我们不脱播了。我给大家说一下，就是，我们不脱播了，不脱播了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我给大家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就是现在这个，是吧？就是大哥们都在，然后为什么还下播？因为我昨天晚上就是睡觉，不是昨天晚上，是之前也有。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，我睡着睡着，然后突然心很痛，然后就痛醒了。然后我觉得不要熬夜，然后我自己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，我也反正这样。我老板今天怎么没来？你老板洛天眼老板说他退网了，他说他退网了。然后，就是我觉得不能这样子熬了，不能这样子熬了。然后我就准备就是换时间，可能就是那个九点到那个什么。九点到一点就下，然后不脱播，对，然后希望大家都能每天都能看到我，不然哪天我没了你们看不到了就很难受，华子也不知道该给谁刷了。然后要是睡不着的话，我们明天再见好吗？今天就不陪大家了。唉，你心脏也疼，我回成都了，我要去检查身体，你到时候你也去检查一下吧，老年哥。还没开始怎么可以结束呢？他说他的抖音生涯已经结束了，要不你再劝劝他，他可能觉得抖音没意思。那就赶紧晚安吧。好的，我们一起吧，一起下吧，回家说一下晚安。洛天哥，我这两天在外面出差，然后我回去了，你再过来听歌吧，洛天哥。不管你老板在不在，随时欢迎来听歌。老天哥晚安，歪哥晚安，那晚安，洛天哥晚安，纷纷晚安，小光晚安。感谢我超级无敌宠，独宠小马的老年哥晚安。小光晚安，如梦晚安，张莲晚安。
5023晚安，5023晚安，粉粉晚安，三里晚安。我们以后回去了就每天都唱这首歌下播，好吧？就不放了，我们就每天都唱。一切尽在歌声中，感谢大家的陪伴，今天就不脱播了啊。谢谢不曾忘记，感谢你的支持，不曾忘记晚安，祝大家做个好梦，电视晚安，摩天轮晚安，楚歌晚安。